猪爸爸，可以把翻斗车还给我吗？我要去运沙子啊。当然可以了，可是灰灰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运沙子吗？我就坐在斗子里就行。哦，当然可以啦，上车吧。走嘞，带着猪爸爸去运沙子咯。猪妈妈，可以把消防车还给我吗？我要去灭火救援。哦，当然可以啦，可是鹿妈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去灭火吗？你看，我连消防服都穿好了。那好吧，你先上车，我坐在旁边，我们一起去救火，带着猪妈妈去灭火咯。佩奇，可以把环卫车还给我吗？我要去收垃圾。当然可以啦，可是天天，我想跟你一起去啊。那好吧，多一个帮手多一份力量，佩奇，你先到斗斗里坐好咯。我在车的顶子上，走咯，带着佩奇一起去收垃圾咯。乔治，我是不会带你去的哦。好啊，你不带我去，我就不还给你挖掘机。你不还给我，我怎么工作呀？好吧，那我带你去。真是一个淘气的乔治。哦，太好了，我要去挖沙子了。等等我，乔治，我还没上车呢。